没了，就这三个，原来还一个，我操，这么猛啊！我寻思，我操，这是谁的部下？这么勇猛？我就知道要被冲，因为我这个位置中心点绝对会被车干的。但是呢，你干不过来的，好吧？直接完成一穿四。你可以干，但你干不过来的。三个人一起冲啊，啥用呢？即使敌众我寡，末将也能万军从中取敌人首级。兄弟们，一穿四，好吧，一点都不慌。还有四名敌人，兄弟们，别眨眼，别呼吸，还有四名小敌人，看主播怎么杀掉他们啊！这人在试探我，他们对我也有想法。那我就是同心圆，咋的啦？中心点儿在西，好吧，我还是中心点儿。我这位置就是牛逼啊。OK， 好吧，没事，但是我这位置也很好，不是同心圆更好，可以把屁股清干净，然后往上推了啊，很好。这个人就是想搞我，知道吧？他在试探呢，他一直搁这试探我，挑战我的底线。这老登，再看我这里边有几个人，但我就不扫他，我就要他以为我这个地方啊很熊，很好惹。他慢慢放松警惕，他就完蛋了。这雷跑不过去，有一个树杈挡着。人数的话，应该是一二一，山上有个大炮。哦，二打二，剩四个人，二打二，山上两个。好的，车后一个，山上一个，兄弟们没了。一打二吧，这两个人小位置你还别说，还挺难搞的。哎呀，别眨眼，别呼吸啊！看主播如何处理这种局面。
直接来一个五雷轰顶。一枪，这会儿不要补他，让他报位置，知道吧？这几个雷扔的真不错啊！论啥？直接拿下，单人四排竞技模式，真五杀之地，转圈一v二，直接四颗手榴弹将他带走，这一个人必死无疑。我们是什么玩儿了，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呀！刚才有人问说，主播有不玩的吃鸡账号怎么办？想买一个游戏账号怎么办？兄弟，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你加屏幕上面微信，我们这边全网最高价收号，你有不玩的账号可以拿来换钱啊。然后呢，想买游戏账号的，加屏幕上面微信之后看朋友圈，有非常多的皮肤账号任你选择，什么绿头啊，各种绝版皮肤啊。然后你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免费的领取一份福利啊，每个人的专属福利，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啊。嘟嘟嘟嘟嘟嘴，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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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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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兄弟们 ，Good morning。世界初二 P 城 P 卡多尔，
OK，不够差。我操！找三个，透视不存在的，基本操作而已。我操，都浮起来了！好，这回又剩一个了。我真是操啦！DBS 啊！操了！反正这个人随便杀的，拿了个 DBS 就难搞。
早上好，兄弟们。爬到车走里。我操，这么屌，这么屌，上来就秒人，这么屌，开挂，绝对他妈开挂。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 You have 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em.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ve never loved him.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tell myself, I do, I do,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这把去 P 城，柚子哥哥午饭吃啥？柚子哥哥午饭不吃，因为我是橙子。感谢简明的办卡，谢谢简明。
出界好像就一队，还搁那儿打空枪呢。我看是在找死，玩手枪搁那勾引，听见没？我在楼上居然有一个。严哲啊，这个人的名字。这人好像直接爬到二楼了，我操！真会玩啊！楼上俩人儿，我真是差了，后边怎么还来人了？哎，真难。本来这队我都干倒一个都要操作了，操，后边又来俩，太他妈可恶了！完了。
啊，被 Q 了。他们两队火拼了，应该不会在意我了。草门子还没被我破开呢。哼，我房间里边俩人，好像就他们俩了。哦，Barry，哦，Barry 加 DBS 这个包，呵呵呵，这他妈是天堂吗？这，他人呢？人呢？我操，磨叽半天啊！这句话就一说三，还是要干掉了啊！好饭不怕晚，一样的。只不过这把太求稳了，怎么今天老让人扶起来呢？今天倒的人都扶起来了，哎，太不果断了，太给机会了。不过这样的话，一滴血也没费啊。找个车，找个车。
我操，没胎！这圈离我很近呢。我要是跑进去，一直都没车了。我要是去外边拿车，还能有车。跑进去算了，反向跑都拿车好一点算了，进去拿吧还是。渣男打车的，操嘞！主要是读外残血很不舒服，你就是自瞄。跟我一样，我可不跟你不一样，我们不是治苗啊！你不要血口喷人呐！什么叫我跟你一样都是治苗啊？拖我下水是吧？把他们全拖下水。这边也有刷车点，实在不行可以去废墟拿嘛。车是一定要有的。哎，往回，在吧？我的发，踢到电线了，兄弟们。踢到电线了。这他妈不合理吧？这把他妈还能活吗？这电脑走线有点问题，这下边。这一踢就能踢着，不能蹬脚啊！噔噔噔噔，来了来了，这把会使吗？我的 DBS 呀！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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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死没死？能不能连？不能连了呀！我操！刚才这把没了，太他妈可惜了。没事儿。反正刚才他妈也没车，
上吧，接受留牌，开启下一波竞赛。头村估计就是我落的这个点，很多人爬喜欢上房，都是猴子，估计这就叫做猴村吧。这他妈就是那直播间的骰子。来抓我来。我操！太他妈会啦，太快啦！我操！这俩崽子啊啊，真狠啊，兄弟们！不挑点没好人。我打第一个无伤啊，主要是没喷子，打这种近战的有点难。太快了，这兄弟！
真的是哇，萨马蒂尔的豪宅吧，还是？我操！这崽子怎么强行冲上来的？太快了！我操！都他妈单人试牌的，怎么玩呢？妈一下来，我操就无脑冲你，受不了！都不怕死，看到没？妈，我可怕死。我可怕死，不行啊，兄弟们，这些人不要命啊，我还得要命呢，不敢冲他们，他们他妈敢冲我。大把路人试牌，他妈当老六去，兄弟们，打路人试牌，让他们给我扛波子弹先。那不想他妈的打单试，不想打路人试牌，打单试，打单试跳编程啊。这把跳拔的车就应该就行了，中心点会帮我们排除一波那种刚单式的，头顶一般都是刚强的正常人，好打。
我操！气死我了！气死我！气死我！气死我了！我操呀！杀俩半。不行啊，这。好了，没有药，又他妈泰格，噩梦之徒啊！把下这个城区，走，好像也有人呢，飞战好多呢。好，曾子浩一队啊，这种最好拉了。他们倒一个等于团灭，兄弟们，倒一个之后就开始钓鱼了。什么剧情我都知道。
有点歪呀，我操！手感不对劲儿啊！这说明疫苗也有点歪。我操！又差一枪。这玩意儿一穿是帅呀，拉扯战啊，非常帅气，这就是拉扯啊，不打正面，只打侧面，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啊，终于来了把完美前期了，兄弟们，舒服舒服啊。这才是标准单人四排开局，知道吧？走了，阳光大男孩啊！这图没有 DBS， 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差个三级包就是平民的满配了。直接说吧，注意点，拿空投去。这个图就得拿第一个跟第二个空投啊，一点危险都没有。来了，空投来了。
走，直接送往工头补给下。我操，打胎蛮准的，兄弟。木有用啊，我这车打胎都不怕，但还有点难受的，我换一个。都在平原上了啊，可以一目了然，有没有人捡？操，有人，很烦。那好，人不多，就一个，两个。这电话车一穿刺，我操！一瞬间没了，兄弟，一瞬间全嗝屁了。你们四个已经被我包围了，知道吧？两波一 v 四，直接完成八杀。P90，我操，妹控可以。喷子就不要了，不过这一波说实话，喷子还是蛮重要的。用完直接给他扔了。三叶脑瓜是5滴血，一会儿还得捡空投。这空投捡的不过瘾呐，不过瘾呐，不过瘾。刚才喷脑瓜子上了，好像是。啊，就有人趴着，看到没？有人趴在那儿。发现有人。我操！怎么还能撞上呢？哎呀！我操，倒三个，最后一个给我炸了！妈的，最后一个来了！我操，怎么能撞的那么准呢？直接撞上了！哎呦，我直接给他拦停了，人家能不打吗？说实话，这边不怪别人。我靠，还他妈还两个车，直接完成九杀啊！
some lights, it's way too dark. Oh yeah, I'm going in. 这就是趴着那个吗？我的妈！太可惜了。不过，从我这两波 EV 四的手感来看，不对，是 EV 四 V 四加 EV 三来看的话，手感很好。这把吃鸡了，兄弟们。每次吃鸡那个韩语歌叫什么？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吃鸡办卡好，这个上把还真不怪敌人，怪我自己。敌人还真没啥毛病，人家挺乖的，刚才下车之后也挺乖巧的。这把可以打把 M 式加喷纸，可以给这个 M 式一次机会，让他表演一次啊，改变我对他的看法。
刚才有八倍镜也没法用啊，叉啥上边插不上啊，伤害老低了，试试吧。毕竟我们是，哦，我操，算了。M72 来了，打个屁 M4，狗都不玩。也没 M72可以给摸一下，有的话是根本不用想啊，一瞬之间没他没有了机会。直接失去了资格。哦，空投砸脸！有车划过来了，晚上被他妈两队干了。我操，那边是一队，然后那个也是一队，看到没？我把那个人打倒了之后，他队友跑了，这队把我给干了。欧里谢真倒霉，三队人来抢啊，很烦。哎呀！爬了车，
晚上你们小恐龙落地就烧我。完了。哎，我操，烦死了！我啦啦啦啦啦啦，难受呀，马飞。妈，这些人还真难搞呢。咱能一穿四哈，但是呢，他有的时候真的难杀。
No more running, no more running, no more chasing. No more running, now I'm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Caught up in confusion, need a resolution. Can we find our way back?终于来了一把赖林哥的，所有这些冲好屁上。走啊，喷子！要是把把都有 DBR 就好了。哎，
怎么冲呢？先冲这边吧。哦，这个盆子好。这盆子伤害高哎。快点去劝架，好嘞。欢迎只看橙子啊，欢迎兄弟啊。来一个，哦，这枪真牛逼，沾边就死。啊！我操，他也是个喷子狗，真恶心呢。好好的枪械你不玩，你玩喷子，哼，你不要脸，是不是兄弟们？玩喷子干嘛呢？玩点步枪不好吗？玩这种下三滥的武器。直接完成一算二，我单人四排，我玩合理，我属于这个以少打多，属于以弱打强，那当然要拿点不一样的武器了。那他们都玩四排的，四个人还玩，你说这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兄弟们？行，就开这个小摩托啊。看起来不错。53蹦子，我擦的。去那边找个好车，还要搁这边进圈吧。机场圈落地17名敌人，非常的刚啊！我们也是完美前期，非常的酷的。我就喜欢落地没啥人啊，因为这些人很刚，他不猥琐，不老六啊。
落地剩俩人才好了，直接四级了，嗨嗨嗨。这应该没人堵桥，因为人太少了。那堵桥不丧心病狂啊！这，而且我还走的是反桥。干半天不死人了，叫来个空投就好了啊！空投也没什么人追。非常的悠闲。这把稳了，兄弟们，这把估计肯定是个军啊，什么军不敢说，先低调一些啊，先是个军。好的，中心点一带就很得劲儿。前面有把 mini 在打，这是山上啊。这集你看过上楼没？嘿嘿，那什么玩意儿？上楼没？鹿角屁尿了，非常的少，没尿喝了，收完吧，也没啥事儿，收个 DBS 就更好了。
这把肯定有锁子哥吧？没事儿，我从不哈那玩意儿，没咱贵就对了。再怎么锁，它也没我们的贵，放心，兄弟。这圈还在我们这儿，下个圈要排水，下个圈要排水呀、啊。我们这儿估计就是中心点了。还有私密地址啊！这片有老六，别吓人了。这把我是冠军了，我们是什么军？哎，都成盒好几个点了，必须四把小七，奖励一下自己。不能再成盒了！我操，这个 S18 武器它的火力是拉满的，看到没？它的火力是拉满的，它的备注叫普通的散弹枪。欢迎张益达，DBS 都不是拉满的，它是拉满。噔噔噔噔，你看，缩过来了。再不济去这儿，这儿也能待，这儿估计都没人了。看了半天寂寞，没事儿，这属于这个游戏的稳健时刻，知道吧？因为这把属实落地人太少了，但是就不来空投也有点奇怪哈。来空投，要我去拿一下也行啊。我设了个超级空投，这谁拿呀？这不玩命吗？老六主播没事儿，全场人都在老六，知道吧？不是主播在老六。这也不叫老六啊，妈飞！耶，啥声音？啥声音啊？吧嗒一下子，整挺吓人。
这超级空投，超级空投，玩命！启动了啊，老粉丝都懂。接下来按了 F 十二之后，接下来就准备开杀了。好，哎，又是圈，天命圈很烦啊。要我啥嘛一眼独边啊。主播你好，上次你找我买的外挂还没付钱，麻烦费用结下。怎么能在直播间要账呢？你这位商家。怎么能在我直播间要账呢？以后不在你家买了。这个245再加有个吉普车，兄弟们，下一圈我估计还是要去这儿。九名敌人了，人越来越少了啊，离我们的吃鸡越来越近了，必须吃鸡。这把要再不吃鸡，他妈太丢人了。嗯。34秒缩圈了，下圈就决赛了啊！感觉中心点有人呢，打空投那队就在中心点。山上有两队的打，这山上有两队的对战呢。好，说圈了，果然标点是重新点。不过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在这待一会儿，好像不行了。虽然我们防区这圈保不了车，能保住。我操！这个车开到这个防区被干了，这防区有人呢。呵呵，还好我没过去，我估计妈我死，兄弟们。还好没过去呀，我擦嘞！刚才捡空投的时候就想过去，七个人了。
最后都看会不会砸脸。哎，都在这儿了，兄弟们，这个位置我一会儿可以拿。我这把 M72 已经杀了2000多个了，前两天还是1900多个，主要是拿喷子打的人太多了。喷子要出个技术的就好了，来一个黄金技术 DBS 就完美了。哦。我操，这属于也露他妈脸上了。因为山上没啥人，我操，丢雷炸在这边，那这人已经到空投了。我左上角拉一下，高点的话能看视野，别扎眼。操，他把他舔完了。黄颜色的吉利服，兄弟们，为什么尿没打满？这把在咱家没那条件，说实话。我操，这大火币，就剩俩人了。很好，这个视野非常不错。可以的。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啊，我的宝贝儿。我们是什么军？两颗手榴弹啊！嗯，带丢雷，这俩不会不是一对吧？围墙有一个吉利服，这好像是绿色吉利服啊！围墙那小子。这是黄色还是绿色？绿色。那刚才黄色的那个呢？我操，是一打一打一耶，好像是。但是围墙这个位置不太对，要是两个人绝对不会在围墙，因为他们防区有一个。那今天就是防区一个，围墙一个呗。我黄绿色可还行。
我操，房间有一个这个，哎，这怎么跟刚才那一个颜色？他俩好像是一个人啊。这个好像也是黄色，哦，这个是妹控。我这地上是什么枪？地上是98K。那他就是黄色的这个，哦，围墙有一个，看到没？两个吉利服啊，OK，右边是黄的，左边是绿的，啊，左边是绿的。哦，缩圈了。哦，他妈他俩是一起的耶？这啥呀？吉利服呢？哦，他俩一起的。别急，我去死吧你！我操，直接秒了！这些玩意当然是玩竞技模式，十七杀吃鸡，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小六走一波呀！谁拿下啊？纯程钢枪高能，落地五杀，落地15杀，然后绝缘圈干2个。我们是冠军，简单。哦，有人问问题了，说主播我有不玩的吃鸡账号跟英雄联盟账号，不玩的怎么办？兄弟，你可以加下咱们屏幕上面微信啊，帮你免费估价，觉得合适的话就直接卖给我，全网最高的收号啊。任何人回复领取，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那玩意儿，懂的都懂。然后呢，现在我们也收英雄联盟账号了啊，绝学生账号跟英雄联盟账号啊，端游了啊，兄弟们都可以去估下价。英雄联盟号大家应该都有啊，可以去换钱。我们是冠军。沙漠太好了。再把咱们皮卡多出场经典一下。骑摩托车用手枪打的 BGM 应该是杨戬擒悟空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直接落地拿下皮卡多。什么？不合理吧？这把可以打把狙，兄弟们。没有 DBS， 咱就拉把狙啊，拉把大炮玩一玩。啊、哦、，DBS， 那实在是不好意思呢。刚拿上的八倍劲直接丢掉。哎，可以玩一喷一狙啊，兄弟们。也不太可以，没啥意思。不过是你还别说，玩一喷一狙真有点意思，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是玩一喷一狙吧。这把咱们玩一个喷子一个狙。也别老太单一了，节目得变一变，你们说是吧？老玩一个大喷子，一个 MG2， 看着太多了，也没什么感觉了。近战咱就拿喷子，远程咱就拿这个狙啊。中距离的话，就像刚才那个距离啊，我们决赛圈拿 MG2 可以直接把对面给秒了，那个就属于。中距离，但是那个时候拿喷子或者狙都打不准啊，那种情况很需要 M72 中距离啊，中距离太重要了。不过我们也属于牺牲了中距离，来把这个远距离的这个节目提高了，远点有人可以骚扰了。像以前只能躲房子里，可以撤退了，兄弟们。这个枪其实是要是没控的话就会更好。内控中距离可以速点，可以秒掉敌人。空投打脸，兄弟们！空投打脸，我的宝贝儿！这把舒服了啊，落地就三级套。
这个枪为啥没人玩啊？它是556的，知道不？